小组出线，进入本届世青赛的16强，进入八分之一决赛。如果打平的话呢，双方各得一分，也基本上可以双双确保出线。机会打门，漂亮漂亮，11号卢挺，中国队通过反复的进攻把对方压在半场，连续围攻了好几次，从左到右，从右到左，光在右边线这个界外球就掷了好几次，终于形成一次机会，界外球掷进来，27号郝俊敏利用同伴的穿插，自己强行突破，在右路底线传起来一个过头球，卢挺这脚凌空打得干脆利落，动作十分舒展，漂亮，球到脚到，清脆灵活。